男人做这些动作会让女人尖叫，你知道吗？当异性相处的时候，吵架是避免不了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男人要做些什么才能让女人怒火助心呢？或者是做什么动作让女人更加爱你？当女人生气的时候，转身要离开，别犹豫，别放手，拦腰抱住，看着她，比你这个时候还一直解释来得实际。因为女孩子在愤怒的时候，听不进去你的任何解释。常常会听到这样一道送命题。男人都是不喜欢和女人逛街的，那么在见面的时候，或者是逛街的时候，女人问你自己的衣服好不好看，今天的妆容漂不漂亮的时候，你就正面抱紧她，来一句土味情话，你今天有点怪，怪可爱的，忍不住想要亲你一下，然后来个吻。女孩子都喜欢公主抱，所以你可以给她一个公主抱抱，当然要量力而行，千万别摔着彼此，满满的幸福感。还有一种经典的套路，就是用衣服包着女人，这也是电视剧中常常出现的。虽然套路很老，但是经典呀。当女人说自己要睡觉，让你别吵她的时候，你就盯着她说晚安，然后坏坏的一直盯着她，让她觉得害羞。生活中准备惊喜以后，当女人收到惊喜的时候，还在惊讶中的时候，你就一把把她搂过来，然后来个长吻。当女人在拿出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在后背抱住她，帮她拿东西，然后趁机干点坏事。如果你们怎么说都说不通的时候，那就只能来点干货了，直接壁咚。主编寄语，你们觉得这些动作是不是会让女人尖叫呢？你觉得还有什么动作会让女人尖叫呢？